到八八演就是，我是 John， 我是崔，我是 Jerry，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成为我们的小巴啦。没有感情。欢迎来到八八演就是的后台。小巴啦，对，小巴啦，这是小巴啦。那为什么要叫小巴啦？为什么要叫小巴啦？为什么要叫小巴啦？因为我们有问粉丝们，他们想要叫什么。然后就有人说芭辣，我们就哎还不错哎，我们就喜欢吃芭辣，然后念起来有点像芭辣芭，也就是芭辣芭。对，我们就说粉丝的名字就叫做小芭辣，还有一些像是芭辣龟，还有什么啦啦队，还有什么香蕉芭辣、小垃圾。我们后台为了小芭辣们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们会看到一些我们看完电影的观后感啊，然后我们会给一些影评或者是爆雷不爆雷的。跟一般我们那种分析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很常去看试映，但是很多电影其实我们都没有来不及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做成影片的，对，就会直接就是很随性的，对，很随性跟大家聊，跟大家在聊天，所以会变哦，或者有可能我们在影片中觉得，哎，这支影片好像不错，但其实试一下觉得，也会偷偷跟你只有你。还有什么是真正我们的？那就是第二个，就是一刀未剪的画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付费看这种东西，这根本就是一个你们就会折磨剪辑师，对对对，剪辑师的痛苦。就不要以为撞那一支影片十二分钟了，但其实他真的录一个小时。对啊，你们今天讲了五分钟的大满纲。对，你们知道，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开始我们拍影片的时候，我讲话不是顿顿的吗？对，像摩斯码一样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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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句话十个字可以分三段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其实不是我变，等一下，其实不是我变好了，是剪辑师变厉害。变好了。所以其实对，你们会看到这些奇怪的画面。那当然还有第三个，就是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玩游戏。因为我们上班有时候很无聊，就会想要玩一些游戏。对，然后都很好笑，会笑到飙泪的那一种。对，就是想要把最欢乐的时光分给最重要的人。哎呀，你好恶哦！对，因为很多人问到说我们会员徽章很特别，是特殊设计过的。一开始加入是一个有着古铜肌的六块肌索尔肌，对，的帅哥。但是发现时间越久，就变成一个胖胖肚的白色的下垂，而且还下垂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人想问为什么是这样？这为什么会这样设计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其实是我的一个人生的历经。所以有付六块肌过？没有，他们蛮害羞的，就是我的六块肌永远都是藏在一个那个我的肉下面。那只是那个肉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对，就是我三年来在这边上班累积的一些福气，这粉丝们的爱造就了现在。对，所以我也想要分享这个，我也想要让他。那另外一个解释当然就是说，如果。你喜欢我们，然后一直看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你就会坐在那边，然后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小巴，你就小巴他们就可以跟我们一直重播，对，从六块肌变成老先生，对，其实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设计，反正故事原来就是这样。对，那原本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想要做的，其实是一个原本是一个长头发的人。然后慢慢的，他的头发就掉光了，变成那个地中海，然后胡子就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对，就交换的概念。对，就交换的概念。然后随着等级，你的胡子就越来越长，然后头发越来越少。但这个只有限定为男生，我们觉得不公平，所以六块肌到胖肚子其实是男女生都适合适用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。有没有很贴心？女生是看我们的影片，看看就会怀孕。对，哎，好。回顾一下，加入会员三个功能。好，这三个就是特例。当然，除了这三个以外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想要看的东西，也欢迎跟我们聊天，然后跟我们给建议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拍。OK， 我们想看的。对，趁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红的时候，对，赶快跟我们聊天。真的，我们每个留言几乎都会看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拜拜，欢迎小巴乐们。欢迎用30块加入我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可以。你说大家的答案吗？对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看到旧的、啊？看不懂。
好，我们在拍片的时候，我们在研究 IG， 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时候。啊，我刚刚那个开头可以，可以，应该可以了，剪一剪应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然后现在我。我找不到其他人，就欢迎留言跟我们再讲。反正反正现在已经确定了，不能改了。你不觉得芭乐可爱吗？芭乐可爱。那如果不喜欢吃芭乐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现在讲，那那哦，对对对，顺便一提，你知道你要顺便一提啊，没有时间，这谁哦不用。好，小芭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现在只有我坐着，两位美女其实是跪着，我们家跪着，膝盖超痛，跪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成本不够，我们后面的墙超小。不要这样子，不是不是，应该说，因为欢迎小芭乐们的诚意，你们是跪着的吗？因为我们不能赞助，我们不能做到一半的墙。对，可不可以赞助我们？快加入会员，下次就会看到他们打。赶快拉。